大家好，我是瑶瑶，我现在在那个219国道5555公里处，然后在这里碰到了一个摩旅的大哥，然后他在问我墨脱那边那个路能不能走。昨天晚上我是在这里露营的，然后那地方就是5555公里处的那个路碑，然后这是那个大哥的车子，然后正在翻地图啊。你是反着走的哈，是从那个新疆那边过来是吧？对。你是哪里人啊，大哥？河南的啊。那你骑了多少公里了？这次出来？20000多了。你是想要去墨脱是吧？对，墨脱，本来想走这个盼墨公路的。盼墨公路走不了哦。我当时都绕了一下，然后走那个林芝、鲁朗、林芝绕到米尼，盼墨公路走不了。这边察隅到这个墨脱这边也走不了，啊，要走波密绕一下。那你现在要走到318去了啊？就这一条路啊，现在。318的话，有段路要堵车。在修路，这段路，鲁朗到林芝，但是摩托车应该没事儿。你一个人吗？我看你的行李不多，你住帐篷吗？还是住酒店？住帐篷啊。哦，这里219走到那个广西东兴就完成了你的环国路了吗？已经。对，东兴可能要去，后面呢228了，我看情况。你还没走228，你是从哪里开始出发的？从那个丹东。哦，丹东，331国的228还没走。228没，228我对那不感兴趣。你想走这种比较偏山野的地方是吧？挺好的。你那车多大排量啊？你改装过没有？没有，300。300啊？T2 300。啊，这219。新疆，新疆太大了。你新疆去了哪些地方啊？新疆我是走边境线。只走边境线啊？走边境线。新疆那边现在很热吧？我的一些网友都说让我不要走新疆，特别热。热啥？我在新疆，我穿着棉衣。真的吗？我骑着车子穿棉，过冬天穿棉衣。一下车了，短袖。因为骑着车还是冷的哈。新疆跟西藏一样，就是吹着风还是冷的哈，就停下来会比较热。那你们今天到哪里？今天到米林。到米林可能稍微有点晚。有一段路很难走。中间看一下。有一段路，这个地方很难走。我准备到这个。到这个，咱现在是在从那嘉峪的，对，米林在上面了，我们准备到这个三安曲林。三安曲林啊，到这儿啊，这有个寺庙是吧？休息啊，有个地方，金东乡这一段路有那么5公里，特别烂，很容易，但摩托车应该好，是吧？很容易陷车，它那个泥也很深，我的车刮底盘了都。它那是啥路？就是那种非铺装路面，而且是全部是泥浆，而且是很。那种特别烂的，我们从那个诺扎，诺扎这里吗？啊，这里路很烂吗？哎呀，那有几公里？15公里。15公里？15公里是上山，我全程在二档。真的呀？摩托车一直二档骑行，你想想那路怎么样吧？331219，所有的路里面这一段是最差的路。哎呀，那一段就是你开过来上坡，我过去的话是下坡喽。啊，对，你是下坡。那还好啊。反正你骑车还是好一点，反正你就慢一点就行了。好，行，谢谢你。摩托车，我怎么称呼你啊，大哥？尹章。你这上面还准备了个凉席，每天都住帐篷吗？我住帐篷，铺帐篷里面，我那垫子丢了，丢了，我临时到那又买一个凉席。那你做饭自己做吗？自己做。这行李还是？只住了两次店。两个月住了两次店。一个在喀什住的青年旅社。一次是在吉林跟着一个骑友，人家是下雨了等我呢，我开一个房间，我这下来全程都是你好的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，大哥。这边白天还是热哈，穿个雨衣，早上是有点冷，我都防风了。也不想脱了。这个是什么牌子的车？300豪爵 T2 300。豪爵T2 300。车子你出来这么久了，有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啊？没有。换过链条，这种骑久了会不会腰不舒服啊？不会，不会。这种比那种趴着骑的要舒服一些啊。我感觉手把好高啊。我这增高了。我就说感觉有点高，你这样骑着舒服一点是吧？哎呀，怎么？给你拉一下。好，起，走，要是走。啊。那你试一下看看，可以，这里可以，这儿那边是过不去，出不去了。倒出去吗？后面小心点。
真的不容易啊。啊、嗯，开着车比这摩托车稍微舒服一点，但是一个人开车真是人。就是，我开的少，每天，嗯、走得慢，你注意安全哈。嗯，拜拜，一路平安哦。好了，我也准备出发了，今天到龙子县，然后准备洗衣服、洗澡，补充电量。我从拉萨出来，这么多天了，一次酒店也没住。洗澡的话都是去人家民宿里面，然后给点钱这样洗的。准备出发。